像朝阳，朝阳。哥哥，还多年没见了？八年。还真是，都这么久了，跟我们市场部都见过了。你知道我跟丽都合作了？你的那些省会视频我都看过了，把中国风跟轻奢时尚结合得很好，我向公司推荐了你。那这么说，我最应该感谢的是你才对。我请客。哦，正好今天还有工作，下次。下次我请你。哦，好，那一言为定。我先去忙。